都都都都好，我们今天讲怎么做我们系统变革。来，我们记不记得系统变革怎么做？我们来复习一下，简单复习一下。系统变革，硫酸铜。硫酸铜，好，这边放硫酸铜，同意多少？我们调0.1m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我那天要你做一个实验，我没有，但是我们后来没做完，就是我说我们要再试一个叫0.2m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试嘛，哈。好，0.1m。今天要试吗？今天不用试，我没有时间。早就在试哈，这边是放硫酸锌，对不对？硫酸锌。也是0.1m。硫酸锌。好。然后，哎，我给你的吗 ？OK。然后我们放了铜片，对不对？铜片。牙酥。这边放了锌片。好。把它牵起来。这边量量电压，啊，所以记不记得？我去量一下那个，哎，等等，看完在我书包里。对，啊，啊，这个在军用术语让它简单一点，上岸。什么？就是我们以前如果说在部队那时候班长，啊，做事情这样，班长就说，还在上岸。我要下去了。要去哪儿了？加油！哦，快去那儿。我还不要讲过，去那儿。是啊，去那儿。好，我们弄个岩桥，里面放什么？水。好啦，水。放什么？一 M 的什么容易？我知道了。什么？那个，我看一下。硝酸钾对不对？硝酸钾容易。K， N O 3啊，硝酸钾容易。好，那我们来想一下，这些东西到底干嘛哈？铜，这硫酸铜进去之后呢，它变成铜离子跟硫酸根。锌，硫酸锌进来之后呢，它一样就解离根，锌离子跟硫酸锌，硫酸根啊。好，然后你们看，这边是锌，这边是锌，对不对？锌如果变成锌离子，会怎么样？失去两个电子。啊，同样铜如果失去两个电子，它会变铜离子。那反过来讲的话，铜离子如果得到两个电子，它就变铜。锌如果得到两个电子，它就变锌。啊，它中间是可以交换，所以为什么这样设计哈？什么东西？那我们来想啊，没关系，就是铜跟铜离子之间的交换。啊。简单来讲，铜可以变成铜离子，加上两个电子，对不对？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哈。两个电子给铜离子，它就合成铜，就叫环铜了。啊，同样的锌也可以变成什么？锌离子，加上两个电子，那这事情也是可以回来的，就在水里面做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记得那天做的时候。这个电流这样一接，哪边是正电？铜是正电，对不对？铜是正电，这边是负电。因为那接起来发现，电流是往这边流，这是电流。当然，你刚才说，你怎么知道铜是正电？因为我们正接铜，负接锌离子、锌棒的时候，发现这边电压是正的啊。哦。是吧？哦。那如果发现电压是负的，表示什么？锌铜是负。接反了嘛？表示这边是正，这边是负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们这边是正的，发现说，铜是正电，锌是负电 ，OK， 但是这电子就是电流的流动，那电流流动指的是正电哈，但是它没有正电在流动，事实上负电在流动哈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所以电子是从这边流过来的，电子是从这边流进去的，啊，电子从这边流出来，电子从这边流出来什么意思？表示什么？表示是在进行这个反应，是这个方向的反应。锌在进行这个方向的反应，它的电子流出来啊，把电子没流出来。对啊。它从这根铁，从这根电线把电子流出来，它怎么样？电子也会流出来。它必须是锌把电子丢出去嘛，不然谁那会有电子跑出来？电流是在往这边。对。电子从这边。对，电子是这样子，电子刚好相反，因为电子带负电嘛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
我就没看过明明。啊？我说这里没有看过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解释电流的时候，那时候电还没有所谓的正电性跟负电性，还没有被人家定义出来。嗯。所以那时候科学家就定，哦，我发现有电流，我就定义方向，这叫正，这叫电流的方向。嗯。那、啊、电流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有什么关系？对啊。简单来讲有关系，非常简单有关系，反正定义了，定义电，电流是往电，有电子是的。电子是在，然后后来等科学家，另外一边科学家研究原子的结构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哦，里面实际上是有东西叫做电子。只有电子会流动，嗯，所以真正在流动是电子，而电子当然是负电的，因为他这一批人把电子定义成负电的，所以电子是负电。刚跟电流这么结合之后，发现哦，如果电流是正电正流，啊，事实上没有这个流啊，实际上是负电在流。就这样，你说电流往这边，电流往这边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电子元件在设计上，这样明白，两个电流，电流是正电的部分，啊，对。但事实上没有正电在流动，都是负电在流动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 detail 的部分，是电子在移动。锌要让电子出来，所以锌一定要融化，这叫融化了。锌的原子，锌的这个元素，从锌的原子变成锌的离子，它才能够丢入电，它才能够丢入电子。所以锌会融化。所以我们实验做在一段时间，你有没有看到这根铁棒变成黑色的？记不记得？我请你们看一下，注意一下铁棒变黑色，记不记得？好，忘记了。好，忘记的话，我们可以晚一点再做实验哈。锌，它慢慢的表面减掉，它可能丢下中间那个黑色的锌出来了，就是铁的部分。好了，那同样电子跑过来，哎，电子跑这边，电子会给谁？给铜离子哦。电子会给铜离子哦，所以铜离子会怎么样？就会变成跑二层铜，对，铜离子会贴上来，会粘到这个铜棒上面来。等等，假如这边有它这样粘起来，那个什么，那个负电嘛，然后跟那个铜离子，那下面变成铜，然后上面粘在一起。对啊，那这边有没有可能给电子嘛？这边给电子，那、啊、铜是不是被铜离子铜带正电呢、啊？这个棒子是一开始电负电跑过来，就这棒子带负电，铜是不是吸上来？有没有可能，你这样过来的时候，然后你的就是铜就没有，然后就这里就已经解了。铜已经没有进去，所以铜已经没有进去。但是它一定要有铜，它能进去啊。一定要有个，一定要有个导体嘛。啊。一定要有个导体啊。可是你又换，我假设这边把这个铜棒换成锌棒，嗯，可不可以？当然不行啊，因为锌棒跟锌棒会不会有电？会不会有电的？啊，但是假设我不要放铜，我放别的东西，可不可以？我对他来讲一样是正极，一样是阳极 的金属。假设我换个金属啊，同样的这个铜吸上来，我们可以做这个实验嘛？就不要换铜，你就换别的金属，换个金属，活性比锌小的金属就可以了。活性比锌小的金属，活性大的意思他想要跑掉嘛，所以活性大，所以他把自己解离掉了，把它跑成新的离子，但是这边被迫得到电子，被迫还原回来，被迫从铜离子还原回来，因为电子被丢过来。可是我今天讲的换的不是铜棒，我换的是一个铁棒或者是锌。假设我现在换的是铜，是银棒，我这样换了银棒，一样铜也会吸上来，铜，这个铜离子啊，会连到银棒。假设我现在把这个铜换成银好了，银的活性比锌小，所以电子要流过来，电子流到银棒上面来的时候，电子会不会把这个铜给吸过来，铜离子吸过来？所以这样弄去就像是铸铜。哎，没有错，这就像铸铜。好，就像电镀的感觉，铜会吸上来。所以这时间做越做越久呢，这个锌会越来越小，它溶解了，铜会越来越胖，它被粘上来了。好，这是锌铜电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那岩桥在里面干嘛？岩桥干嘛用？而且岩桥放的是硝酸钾，硝酸钾会解离哦。硝酸钾变 K 正跟 NO3 负啊，硝酸根
会有一个这个离子，所以这个里面也是离子嘛，有 K 有钾离子跟硝那个离子，那为什么要放盐桥？为什么放盐桥？好，我们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。I have no idea. You have no idea. I know. 你想看这个锌的两个电子跑掉了，谁被丢出来？锌离子被丢出来，所以这一杯液体里面正电多还是负电多？正电变多了嘛？正电变多了嘛？正电变多是会把这个钾给吸下来，它可以做补充吗？它补充进来这边可以维持电中性嘛？同样的这边，我负电进来了，我的铜被吸进来了，是负正电变少了，是负电变多，那谁被吸下来？钾就被吸下来了，啊，或者你换个角度想，我这边负电多了，负电就上去了，啊，或者这边也可以怎么样？我这边写上去，锌也可能流上去哦。好，所以它是流通的。这电桥的功能是让保持两边的液体维持电中性的，有这个功能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做实验，你会发现到那是铜的这一杯蓝蓝的液体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颜色越来越淡，记不记得？有吗？有吗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哈。这个蓝色液体越来越淡啊。好了，我现在解释这东西，如果你忘记了或者没有做过的，可以利用中午时间再做一遍。好不好？中午时间很长哦，吃完饭之后到下午上课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实验哦。你这次可以调整哦，把这个零点一 m 换成零点二 m， 再做一次看看。好，那个铜呢？我这边准备有两个铜，有两个铜棒哦，你可以用这铜棒来做实验。然后锌呢，一样用铁钉就可以，或电池，用那个铁丝啊，就镀锌铁丝就可以吃，就可以做了哈、哦。所以这样可以再重新做实验，但你可以再仔细观察。第一个，如果严谨一点的话呢，你可以先把这铜片拿去称重，你可以把这个铁镀锌铁丝称重，称完之后你做个实验，啊，甚至你就把它放了一整天都没关系，就放一天，隔天早上来再观察它结果，因为这实验很长，啊，观察结果，让它再称重，看铜是不是。重量增加还是减少？假设今天可以等三天没关系，啊，这个实验电流不会很大，也还好。你会发现铜离子颜色变淡了，然后铜棒变粗了，或变重了，然后这个镀锌铁丝变细了，它溶解了，好，可以观察这个现象。OK。哎，你说盐桥功能就是维持电动性？对，它主要是维持电动性，它里面离子在做移动啊。啊，维持它的电动性。啊，不可以用电芯取代盐桥。不可以电芯取代哈、哦。本来我以前接受的训练是接受的讯息是不可以，但是现在有个说法，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说法，说是可以的。但是我觉得可以的部分，我还是有待确认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争议的。我简单来讲哈、哦，假设我这根不是盐桥了，我现在是放一根金属棒，是放个铁棒。好，啊这边你看这个液体啊，有电极进来，这个液体变负电了，那怎么办？它不可以那个通过这个铁丝过去。铁丝没办法把离子带过去啊，因为我这边出来都是离子啊，这边的带电，这液体里面带电都是离子啊。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可能性哦，只有可能性，如果这个金属啊，在这边它可以解离出来。它可以解出，假设这个是叫做 M 好了，它可以解出 M 正，然后把电子送过去，那就有可能了。啊，假设这个金属啊，在这里面它可以解出 M 正，那可以解出 M 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它的活性要比它大，然后这个金属活性要比它小，这就有可能。否则这个金属在这里面是没办法功能。那有现在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元素是比铜还要大，然后比、啊、这个简单来讲哈、哦，金属的活性有个口诀啊，活性大小有个简单口诀，要背，对要背，锂钠
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，我以前背的，你那盖美女心铁席铅青铜，那背这个口诀不是口诀？青，我也是。有青，青是让某种程度它可以当成，它是有活性的，铜狗银箔金，铜狗银箔金，金是 A， 大概这样的一个顺序。所以我用的是铜，对不对？铜跟什么？铜跟锡。所以假设中间找的是用铁棒就可以了，或锡棒，或者是铅棒，我可能铅没办法变成棒，那所以这样铅没办法变成一个棒啊，这样贴到那个贴到那个铜片上面就是铁了，没办法，你说什么？我这样贴到铜片上面就是有铁了，对，没有，不会有铁啊，有可能有铁，有可能有铁，这时候出来的有可能是铜离子或这个铁离子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就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你可以用铁来取代岩桥，否则你没有取代岩桥。就是必须找金属棒在这边会解离的，它有可能取代。就是它活性要在两个之间，两种金属之间。没有错。就是他们对电极的需求的强度要在两个金属之间。所以放两个金属之后，它就不会反应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那如果你要让它继续反应，是换岩桥还是换那个硫酸铜跟硫酸锌？硫酸铜、硫酸锌吧，应该都要。应该这样讲啊，你这样放着哈，它慢慢的久久是哈，这表面是不是镀了一层金属？然后这个情况它没有再反应，是里面的离子被用掉了。有，对，主要是换岩桥就可以了。不是岩桥，换铜液。所以以前在电池啊，以前的电池，铅酸电池，它那个用久之后，他就说，这个电池已经没有电了，要怎么办？他要换水，他把里面的那电解质倒掉，就换新的水进去，他给他补充一下。那这也是一样，这个电解质如果里面电解质都被反应殆尽的时候，它肯定没有东西可以解离出来，那没有东西可以解离出来，它就没办法再产生电。这个锌铜链在这样，你这边解出来，它就这边溶解了，这边等到这边的锌离子也不小心觉得流过去这边，所以这边不是铜离子，这边可能都剩下锌离子，铜都被吸出来了。那这边是锌离子，这边是锌离子的时候，两边强度都一样，那就不会反应了。它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被吸进去，它就不会再反应。所以当两边是一样，电解质是相同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反应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再往下讲哈，其实现在目前来讲是，这是锌铜电池啊。那锌铜电池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走的反应是第一个是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这边是往这边走，所以我们加起来变什么？铜加上锌离子。对不对？然后生成什么？铜离子加上锌，就等于铜了。我写错了吧？我写错了 ，sorry， 相反，刚好相反。一开始是上面铜离子嘛，铜离子跟锌反应，产生铜反应回来锌离子，是这样反应过来的。所以你如果用以前我们讲的氧化还原的概念来讲的话，是不是锌把铜还原回来了，铜变成从铜离子变成铜，锌把铜还原回来了，因为锌把电子给了铜，让铜还原成锌，对，让铜离子还原成铜。那铜离子让锌氧化成锌离子，其实失去电解算一种氧化，失去电解，对，因为就
就新，然后它要做一百，新的元素周期表是多少？它的延续。新是三十，对不对？新三十。新三十的话，第一层两个，第二层八个，第三层八个，第四层是十六个，这样多少？三十。三杠三十。三十。三十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多少？它三十，哎，十六，就三十四。OK， 那因为第四层啊、哦。第四层的变化，它不是那么刚好说，它一定要失去四个才会，它还需要得到四个，它还需要得到四个，可以，所以它本来这边放两个，这边放八个，这边放八个，这边只有放十二个，对不对？大概四个是稳定。那氧呢？氧是什么？氧是八，所以二六，对不对？它是要在两个电子，在两个电子稳定。在这边呢，氧会把它的电子拿过来，它会变成只有剩下十个电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我们必须到第四层之后呢，它的电子稳定层不是只有，不是十六才一定稳定，它还有分能阶，在这一层里面它分两能阶，所以它进到另外能阶也可以稳定，所以它失去两个电子是可以接受的。啊，锌的那个失去两个电子，就跟我们那天讲说铁。铁的氧化物有两种，一种是三氧化二铁，一种是四氧化三铁。啊、哦，所以它稳定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在这种原子核比较大的时候，它的稳定模式就比较多种，它不是只有像铬，啊、哦，铬这个元素，硒啊这个元素，它可以带两个正电稳定，它可以带四个正电也稳定，它可以带七个正电。带七个正电呢，它可以带七个正电呢。好，所以当你的原子核越大的时候，这套说法不一定适用。啊，这套说法不一定适用。好，它在能阶上会看不同的能阶哈。好，所以锌呢，锌事实上它是失去两个电子也会稳定，所以它把两个电子给了氧，这个过程它带正电，好，它跟氧就可以结合了。好，就是假设它是用燃烧的方式，它会变 ZNO 氧化锌，它是可以稳定的。啊，这是算氧化。锌跟氧反应生成 ZNO 是不是氧化？是不是氧化？在这个过程当中 ，Zn 是不是带二正，氧带二负，对不对？所以跟这个很像，它从 Zn 变成 Zn 二正，是跟这个很像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东西也是一种氧化过程。简单来讲，是一种氧化过程。啊，但是我们这边讲电化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区分上，在这部就没有区分很清楚，到底是氧化还是电化学。但我们这边叫电化学啊，但是事实上它本身的原理跟氧化反应是很像的。它同样是铜让锌氧化了，铜离子啊，铜离子让锌氧化了，锌让铜还原。好，意思是一样的 ，OK， 记不记得？刚才讲氧化还原，不太记得了。阴极是正电还是负电？阴极是正电还是负电？阴极通常是，假设我们用电表来量的话，你黑色的有没有？黑色那条线接的，红色那条线接着，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显示是大于零的时候，我们就说红色这条是正极。黑色这条是负极，对不对？那指的意思是说，电流是这样流过来的，电流是这样流过来的。电流是从红色的线拿到黑色出去的话，它是带正电。啊，那什么阴极啊？阴极，然后阴极在这里啊，这是阴极。所以阴极就是负。对，阴极是负的。那阴极你可以想象，阴极就是电子流出来的那个位置。啊，阴极是电子流出来的位置。好，第那个作业的第二十四题啊，第二十四题，铅酸电池的正极反应跟负极反应，这你们查一下课本，课本上就有说明。那我们先锌铜电池解释完之后，你可以从锌铜电池的概念去看那个
铅酸电池嘛。哦，对，那个。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讲的是新铜电池。对，新铜电池。新铜电池啊，然后接下来是课本上有个铅酸电池啊，那其实它铅酸电池是一种在它重新设计过铅酸电池里面的，我们可以想象哈。好，我们简单讲一下铅酸电池。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做水果电池的时候这样做？这是一个水果，我们插两个金属进去。就有电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感觉到有电，为什么？因为金属在水果里面解离。OK， 金属在水果里面解离，当然是水果的带酸性啊，啊外带碱性，它就会把这个金属做溶解的作用啊，它就会反应。那这时候如果说它可以让它，那金属每个金属都有。可能想要得到电子或放到电子的想法，大部分金属都是想要失去电子的。你看，金属，假设以周期表来看的话，大概以中间来看，这一半的都想要得电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边都想失去电子。简单的讲可以这样分哈，中间的话，像碳在中间嘛，就都可以得到失去都可以嘛，大概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它会在左边金属比较想失去电子，所以这两个金属都想失去电子，得到一个稳定性。啊，所以到底谁可以失去，谁不可以失去？看活性。哦，看活性哈，活性强的，它比较容易把电子丢给别人，那它就是正电。就是负电，对不起，就是负电。像刚刚铜跟锌有没有？铜跟锌来讲哈，锌的活性比较强，它把电子丢出去，对，把电子丢出去，它就是负极，对。那得到电子的呢，就是钝一点的，啊，是阳极。那这是一种电池的做法，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电池也都这样做哈，像。好，这是一般的电子的组合哈，中间是什么碳棒，对不对？碳棒，外面呢是锌，这是锌铜，这叫做锌碳锌电池，对，碳锌电池。好，碳电池，中间是什么？中间是电解质哈，让它可以让电子给跑掉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谁失去电子？锌失去电子。锌放掉电子，它把电子丢出来，所以锌是什么极？锌是正电还是负电？是负极，对。所以你看，电池壳是不是负电？中间的锌是中间的碳棒是什么？得到电子，对。它把电子给它哈，所以碳棒是怎么变？正电，有没有？电池的头是正电。是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电子是这样，它给电子出来。然后这边电子是流出来的，所以它给电子，它给了电子，它锌在这边锌溶解成锌离子，电子呢就从这边流从电线流出来，好，电子就流出来了，电子就流出来了，流出来经过你的灯泡或者是电风扇马达之类的，它就流出去正电，好，电子这样流动，好，那流动到碳这边。碳就把这个里面的是什么？里面的是电解质的正电的部分给它吸上来，就吸上来了。OK， 好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在做水果电池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事情是，水果电池做有时候，一下子那个电压一掉，就不太有电了。为什么呢？接触不了，接触不了啊。或者换个角度想。它表面在跟
这个水果反应啊，它反应到后面，它表面东西已经不能反应的时候，它就停了。好，譬如我一个东西粘上来，譬如这水果里面的某个什么成分，某个什么铁离物质粘上来，它就这一块就被粘掉了，它就有一块就不见了，它有一块就不见了，就被粘起来，粘起来，粘起来，粘起来。当你这个表面越来越小的时候，或表面的状况越不能解离的时候，或者不能把它吸进来的时候，它就卡住了，它就不能再放电了。好，一般电池会没电，都是这样的原因。同样的，电池没电是因为它的那个上面的东西已经解，已经卡住了。当然，不是已经反应完了。通常不会反应，就像你看，我们用碳锌电池来讲。一个碳锌电池用完的碳锌电池，你会看它表面的锌皮不见了吗？不会吧？等等，锌皮。锌啊，它表面这皮，这铁皮是锌啊，是锌的皮啊，锌做的皮啊，锌做的铁皮，那个金属皮啊。好。哎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锌会一直溶解，一直溶解，溶解到里面的浓度很高，它不能再溶解。我们不是讲说溶解度是有上限吗？有些东西讲，它溶解到后面不能溶解，或者是它里面的电解质已经被附着到这个碳棒上，附着到不能再附着的时候，电解质就算没有电了。那我们说充电电池怎么充电？换里面的东西。啊？充电电池，充电电池，你有看过里面东西？手机可不可以充电？但是你刚才只在讲电池够，为什么会没电？把电池对电池 OK 啊，那电池你看手机的电池充电池啊，把电池放进去，把电池放进去什么意思？不然充电的道理。我现在你说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电用到没电是这个样子叫没电啊，从哪当到充电？一定是那个它充电的时候，它可以再把上面的东西带走。这是非常好讲。我如果有办法充电，把里面的锌离子再回来锌体上，把这表面东西再重新让它溶解，我这电池又活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就这样子啊。可是你一般那种电池，我就加电池。啊，加错，加错片。我这样走到花千三秒就可以。就是你是让它一个逆反应嘛？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铜是不是从铜离子跟锌在一起反应？它反应成铜加上锌离子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有能力让它逆反应回去的话，我是回到这个状态。在这状态是可以放电啊，是可以有电放出来嘛？那等等，它是弄什么东西才能发电？就加电压，我强迫它回去啊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很自然而然的，我跟你抢，我就想要把电子丢给他。可是这时候有个中介者进来说，不行，把电子拿回去，电就过来了。这就是外加的能量嘛。是为什么充电的时候你需要插电，让它能量进到你电池里面去，要做一个逆反应嘛？不然假设正常的状态之下，它就是这个反应是正常的。那你要外加能量把这电池把这能量逆回来。譬如说，正常的状况是水从高处往下流，会流到没有水了，怎么办？我就用个抽水马达，或者以前的新古典就用挑夫，一桶水一桶水挑到楼上，把它倒进去水塔里面去。等等，好，没事。对，那这个过程，你就会又有水了嘛？是不是在给它能量？我就给能量进去，让它逆反应嘛，逆反应回来。好，那这种电池，但是铅碳锌电池基本上不能充电了，因为这过程当中你给电流的时候呢，你这个里面都会产生气泡，都它的电解质会。因为温度很高的关系，我们讲这叫电流的热效应嘛。电流的热效应，你在里面产生一些电流，那它会产生热，这时候里面的电解质就会产生气泡，
那气泡大一点以后，就会把电池给爆开了，就炸开了。所以电池爆炸都是因为这样原因，就是里面的压力没办法承受的时候，它就爆开了。爆开怎样？爆开就可能受伤啊，你可能机器会坏掉啊，你可能设备会坏掉、啊。它怎样爆开？就是就爆，就跟那个跟气。大声吗？不一定很大声啊，但是。我是怎么炸的？还是只是上面开花？不一定每次都成功哦，不一定每次都成功哦。你要看看，哎，一次电池不能充电，是因为它的那个不够坚硬嘛？对，一般来讲都是它的密封性不是很好，所以像如果密封性很差的一次电池啊，它甚至还漏液。哪里的密封性？就是它，你要想，它这里面事实上不是真的干的哦。我们讲干电池，现在叫干电池，通常不是干的，它里面只是有带一些水分，因为电解质一定要有。液体让它移动嘛，它不是真的干的，它里面有一个液体。那这液体怎么让它漏出来？就把它包起来。就把它包起来，像罐头一样嘛，卷边，这叫卷边哦。这电池在做制作过程当中，它都有一些卷边的过程。中间是个塑胶片，塑胶片跟它这边要做密封，然后这塑胶片跟旁边的芯皮要做卷边，补边混合。假所以充电电池。把逆反应了，对，它一个是逆反，一个是它的密封性会好一点。那我等那为什么那个没有办法逆反应？干电池不是没有办法逆反应嘛？就我刚跟你讲的，它第一个，你如果一般干电池要逆反应，现在有人做这种设备，它有做一个特殊设备。那特殊设备呢？第一个它可以做，它可能是就我的想象当中，它给的电压没有很强。它慢慢充电，所以它的气泡不会产生那么快，它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，所以它就不会爆开嘛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它充电方式是震、震、震，你懂我意思？给一下压力，给一下压力，给一下压力。哦，那这种其实那个一般电池其实也可以充电，一般电池其实也可以充电，其实只是会有危险。对对对。哦，对，好，就是这样。那通常这种反应就叫可逆反应嘛，我们在目前所看到的化学反应当中是可逆反应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可以放电，你就可以充电。哎，你说，这其实那个充电电池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有危险，只是几率比较低，是不是？然后它需要做的设备比较多嘛？没有错。哦，好，也是。好，那可是充电电池会充到后面是不能充电。手机充电电池，像电脑，上次有台电脑，你电脑用了，哎，以前充电充一次可以用三小时，现在充一次只能用半小时，甚至到后面你必须插电才能够用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电池老化嘛，啊，电池为什么老化？反应慢，一直膨胀。碳跟锌会融掉。碳跟锌会融掉，这是在过程当中一定都一直发生的，但是它会融掉再凝结回来，融掉再凝结回来嘛。对，融掉表示放电，凝结就充电嘛。嗯。再放电，再充电，再放电，再充电，再放电，再充电，这是一直在做的事情。电解往外。电解质也不会不够，假设这是个可逆反应的话，电解质在里面就做一下子可能先铅多一点，一下子可能什么多一点，它是交换。那问题是为什么会久而久之还是没电呢？这牵到很复杂的问题，但是金属表面上，我溶解会溶解谁？会溶解比较容易跑出一些颗粒啊。哎，这边可能有个洞，金属表面绝对不会是完整的嘛，不是均匀的，绝对不是均匀的。它有些小地方会先被挖掉，小地方先被挖掉。那溶解会，然后我现在开始充电，然后附着回去，会附着在哪里？可能附着在容易附着的地方。结果呢，凹的地方很越凹，啊，附着的地方越来越凸，这表面上就不会是原来我们想象的那么均匀，都可以全部反应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它慢慢就表面上有些地方就不能再反应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充电电池是，我这次充电，哎，可以达到99%的效率，我现在充电可能只有99%、98%、97%，它慢慢会有些差，因为表面被破坏，破坏到有一天。它就没办法来承受溶解或还原的过程，
它就结束了，电就死掉了。哦，它是个过程哈，所以它表面一直被破坏，因为简单来讲就是这个电极表面一直被破坏，破坏到充电跟放电的过程当中它就被破坏，那破坏过程它就越来越不容易充电跟放电。也是一样，啊，也是一样，甚至更快。哎，看不同电池啊，像那个什么，以前有一种叫镍壳电池，镍是跟 I 的，镍壳是什么？镉好像是对，好像是硒啊，镉 CD， 镍镉电池 CD。这个电池呢，很特别是，我譬如这次用一半，我就充电，它就记得那一半的能量了。你懂吗？譬如这个电池本来可以用一小时，是第一次充好的电池。不是这样意思哦，我这个电池本可以用一小时，它电量可以用一小时，我如果全部用完再充电，我还可以用一小时，可能也许59分钟吧。可是如果说用30分钟我就充电，下次用只用30分钟，它就记起来。它的记忆效应嘛，好久没电池，所以一定要把它用完。对，像这种电池就是要用嘛，用到没有电才能充电。啊，那一样的，这个镍跟镉是不同的金属嘛，它一样活性的问题，就要把电池丢出去。啊，好，就是一次电池、二次电池就要差异。那我还有，你说，假设你那个电脑充的电不是最用，那它里面是什么状况？再讲一遍，就是你电池充着电脑可以用吗？啊，它会有个状况这样，假设你现在用的是很大的电流的时候呢，它同时间从你插了电给电流，还有电池给你的电流。假设你这用的电流很少，就是你电脑在做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的计算的时候，它电脑计算很少，然后它耗电量比较小的时候，这时候电会先给电池充电，电池再充电。然后一部分会给电脑，通常这样设计啊，所以电池。所以只要电源是满的哈，是从电池输出还是接充？直接从电源输出。现在的设计应该都这样设计的，它不会留一次，因为到电池再出来，你会破。所以你要是就是你电池现在没插，只插电就可以了。对啊。所以你就它只是你在插电的时候，它的电池基本上只是摆着。对 ，OK， 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，拜电脑拜它。所以现在用电脑就尽量插它的用嘛。现在的电脑的电池都是锂电池，比较没有插的，它比较没这个效应，就是你爱插电就插电，不插电也没有关系啊。不会有这种磨损的。磨损是一定会有的，你的损耗一定会有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效益最高的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因为每种说法有很多种说法，有些说法说你最好等它电池用到都没有电了再充电比较好。啊，有时候这种东西是看你习惯了，你这样用，像我这个电脑现在用，我也没有说一定这样用，可是我觉得电池也可以用大概2-3年都没有坏掉，就还好吧。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好像目前没有很好的一个实验结果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解释一下铅蓄电池啊，铅蓄电池目前来讲还是非常大众哦，主要在车子里面啊，好。